第二课，真正的朋友，一，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。一，平时要主动给朋友打电话，别等到需要朋友帮助时才想到要和他们联系。要知道，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是多么不容易。平时要多跟朋友联系，答案是对。二，现在朋友之间经常发各种幽默短信，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。但是如果同样的幽默短信你收到了三四次，相信你也笑不出来了。发短信很麻烦，答案是错。三，天天在一起的朋友不一定是你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当你遇到困难时会努力帮助你的人。对朋友要热情，答案是错。答案对的是，对朋友不需要太热情。四，幽默能帮助人们打开友谊的大门，因为与幽默的人聊天总是很快乐。幽默的人容易交朋友，答案是对。五，毕业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，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新的生活，毕业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。因为许多平时常在一起的朋友，以后见面的机会会变少。毕业让人又高兴又难过，答案是对。第二部分第六到十二题。六，咱们就去楼下走走吧，别去逛街了。好，我同意。男的同意做什么？ A. 逛街， B. 买礼物， C. 在附近走走， D. 去楼下买东西。答案对的是 C. 在附近走走。七，别送了，你回去吧。好，下了飞机给我发个短信，问他们最可能在哪。 A. 机场， B. 医院， C. 火车站， D. 图书馆。答案对的是 A. 机场。八，喂，你在哪呢？怎么这么吵？我现在在火车站，你说话我听不太清楚，过会儿我再跟你联系吧。女的现在在哪？ A. 火车上， B. 火车站， C. 超市， D. 出租车上。答案对的是 B. 火车站。九，你篮球打得正好，你平时经常练习吗？是的，我每个周末都会和朋友们来打球，每次打两个小时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A. 爱游泳， B. 喜欢踢足球， C. 喜欢打电话， D. 周末都打球。答案对的是 D. 周末都打球。十，喂，你中午几点到？我请个假去机场接你，不用专门来接我，我行李很少，你放心吧。家里见。问男的是什么意思？ A. 希望接他， B. 希望送他， C. 不用接他， D. 不用送他。答案对的是 C. 不用接他。
十一，那镜子太重了，还是我来搬吧。麻烦你了，还得请你帮忙。问，女的是什么意思 ？A， 非常感谢。B， 不用帮忙。C， 不搬了。D， 太麻烦。答案对的是 A， 非常感谢。十二，我刚才重新看了一下，这个地方是错的，你再检查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那我再检查检查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 ？A， 都写对了。B， 检查好了。C， 写错了。D， 没写完。答案对的是 C。写错了。第三部分第十三到二十二题。十三，你女儿毕业了吧？是啊，毕业差不多两年了。现在在哪儿上班呢？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当医生。问，男的，女儿是做什么的 ？A， 学生。B。医生 ，C， 老师 ，D， 司机。答案对的是 B， 医生。十四，今天我们要走路到图书馆了，怎么？你的自行车呢？坏了？不是，昨天被一个朋友借走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走过去吧。就。当锻炼身体了。问，他们怎么去图书馆 ？A， 骑车。B， 坐车。C， 跑步。D， 走路。答案对的是 D， 走路。十五，来这一个多星期了，还适应吗？还行，就是天气特别冷。每天多穿些衣服就好了。那就好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告诉我。好的，麻烦您了。问，男的觉得这怎么样 ？A， 很麻烦。B， 有问题。C， 天气冷。D， 衣服多。答案对的是 C， 天气冷。石榴，你好，请问小王在家吗？他不在家，游泳去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的，那我过一会儿再联系他吧，麻烦你了，再见。问，小王做什么去了 ？A， 爬山。B， 逛街。C， 洗澡。D， 游泳。答案对的是 D， 游泳。十七，后天同学聚会你能来吗？当然了。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能来多少人？差不多一半吧。李静还专门从国外回来呢。是吗？毕业已经十年了，真想大家啊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？A. 同学 ，B. 邻居 ，C. 师生 ，D. 男女朋友。答案对的是 A. 同学。十八，今天是小王请客，他有什么高兴事？他搬新家了，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。正好看看他的新房子。是吗？他在哪儿买的房子？他那儿的名字好像是城市花园，环境很好，很安静，很安静。问，小王为什么请客 ？A， 结婚了。B， 毕业了。C， 买新房子了。D，当经理了。答案对的是 C， 买新房子了。D，
第十九到二十题。一天，小昌和女朋友一起去爬山，他们爬了三个小时，女朋友累坏了。这时小昌说，快看下面哪，多美啊。女朋友回答，下面那么美，我们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？十九，山下面怎么样？ A 很一般， B 很奇怪， C 很漂亮， D 不好看。答案对的是 C 很漂亮。二十，关于小昌的女朋友可以知道什么？ A 累坏了， B 很瘦， C 爱干净， D 爱运动。答案对的是 A 累坏了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，在城市，一回家就把门一关，从不和邻居聊天，住了几年还不知道邻居姓什么。其实邻居应该成为住在旁边的好朋友，大家有事多联系，互相多帮助，这样生活会更好。二十一，城市中很多邻居间的关系怎么样？ A 很好， B 经常聊天， C 不联系， D 像一家人一样。答案对的是 C 不联系。二十二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 A 邻居的爱好， B 和邻居的关系， C 交朋友的好处， D 城市里的生活。答案对的是 B 和邻居的关系。第二课，真正的朋友二，阅读第一部分，第二十三到二十六题。 A 陪， B 儿， C 及时， D 坚持。一，友谊。二十三，如果有什么问题请与我们联系。答案是 C 及时。二十四，有人说就像酒一样，时间越长越好。答案是一，友谊。二十五，我们不应该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应该多学习别人做得好的地方。答案是 B 儿。二十六，有时候吃完晚饭，爸爸会追爷爷奶奶去附近的公园走走。答案是 A 陪。第二十七到三十题， A 逛， B 差不多， C 温度， D 联系。一，适应。二十七，你是南方人，能北京的生活吗？没问题，我已经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了。答案是一，适应。二十八，喂，你现在在哪呢？我和我同事在外面逛呢，马上就回去。答案是 A 逛。二十九，周末的同学聚会你参加吗？当然，有几个同学毕业后就没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见见。答案是 D 联系。三十，王老师，您是北方人吗？对，我是北方人，来南方工作十年了。答案是 B 差不多。第二部分，第三十一到三十四题。三十一， A
我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B. 来北京半年多了。C. 也交到了许多朋友。答案对的是 B, A, C。 32. A. 这个城市的空气却好了很多。 B. 昨天中午下了一小会儿雨。 C. 虽然不大。答案对的是 B, C, A。 33. A.当大多数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 ，B， 这少数人才是你的朋友。C， 只有少数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。答案对的是 A、C、B。34. A， 只有朋友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。B， 但金钱却买不来友情。C， 尽管金钱是不可少的。答案对的是 C、B、A。35，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虽然不一定让人讨厌，但是却很难跟人交朋友。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跟一个总是容易生气的人在一起。脾气不好的人 A 喜欢交流， B 朋友 很多， C 容易生气， D 让人讨厌。答案对的是 C 容易生气。36，刚到一个新环境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使自己快一点儿适应，例如多交朋友，多与别人交流，多参加一些活动等等。怎样才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？ A. 经常逛街。 B.多运动。 C. 经常旅行。 D. 跟人聊天。答案对的是 D. 跟人聊天。37，什么是及时雨？其实很好理解，好长时间没下雨了，天气非常干，这是下了场大雨，我们就认为这场雨很及时。如果你正需要朋友的帮助，朋友就出现了，这个朋友就是你的及时雨。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 A. 及时雨的意思。 B. 水很重要。 C. 应该多交朋友。 D. 天气不好。答案对的是 A.及时雨的意思。38，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今天终于再次见面了。尽管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，但不变的是友情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根据这段话，老同学见面时 A.很少交流， B 都很高兴， C 变化不大， D 互相不认识了。答案对的是 B 都很高兴。39，我叫李欣，今天上午在食堂发现我的学生证不见了，上面有我的姓名和学号。如果有同学看见了我的学生证，请与我联系，非常感谢。他写这段话是为了 A. 找回饭卡， B. 找回图书证， C. 找回学生证， D. 找回钱包。答案对的是 C. 找回学生证。
40到41。小王正忙着准备搬家，邻居问：“你要搬到哪里去？”小王回答：“我要搬到别的城市去。”邻居又问：“这里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呢？”小王回答：“你不知道，这里的人都讨厌我说话，说我说话太难听，所以我必须搬家。”邻居说：“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你说话的方法呢？如果你不改变说话的方法，就算搬到别的城市去，那里的人也一样会讨厌你。”小王为什么要搬家？ A. 房子坏了。 B. 别的城市空气好。 C. 大家讨厌他。 D. 人们太热情。答案对的是 C. 大家讨厌他。邻居的话的意思是 A. 应该改变自己。 B.同意搬家。 C. 以后别说话了。 D. 也讨厌这里的人。答案对的是 A. 应该改变自己。42到43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。实际上，我们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。当别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时，我们总是想让别人听自己的。但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谁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别人身上。试着理解他人的想法与生活习惯，更多的帮助他们，你会发现他们也会觉得你很好，也会真的对你好。发现别人的想法和自己不一样时，应该 A. 跟他交朋友， B. 了解他， C. 理解他， D. 跟他学习。答案对的是 C. 理解他。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？ A. 要相信别人。 B. 怎样对别人好。 C. 人都有缺点。 D. 什么是友谊？答案对的是 B. 怎样对别人好。第二课，真正的朋友。三，书写。第一部分，第44到48题。44，幽默的人更容易交到朋友。45，你和大学同学还有联系吗？46，你最好重新检查一下。47，朋友之间要互相理解。48，我打算陪叔叔去长城看看。第二部分，第49到50题。49，搬到新家的时候，最好的是跟邻居多多交流。50，毕业是一件让人高兴又让人难过的事情。